上来默祷，或者是静默。无论你大家系喺座位上面默祷，亦或系静默，我们都好好来预备我们的心。让我哋都好好咧预备我哋嘅心。待会与神来相见。一阵间我哋与神相见。等一下，请停了。今天是2023年11月26日的基督君王主日崇拜。今天是2023年10月26日基督君王主日崇拜。谁有真正的权利？还有真正的权利，是那位掌管天地万物的主耶稣基督。是那位掌管天地万物的主耶稣基督。我们一起来歌颂他。我们一起去歌颂他。Oh,
我们是何等的伟大。我哋知道我哋神系何等嘅伟大。他也是何等奇妙的救主。佢都系何等奇妙嘅救主。在一百多年前，这首嘅诗歌，一百多年前呢一首诗歌，唱遍了好多好多的地方，唱遍咗好多嘅地方。直到今天，我们依然感恩。直到今日，我哋仍然感恩。神赐下恩赐，给一些的诗人能够做出赞美他的诗歌，能够赐下恩赐俾诗人写出如此咁样赞美神嘅诗歌。奇妙救主，奇妙救主。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
神，我们请作为天上的阿爸父神，我们感谢你。你已经是世上的君王，你已经是世上的君王，你的国度要临到这个世上，你的国度要临到这个世上。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因为耶稣，你差派儿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世上，因为你差派你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完成了这个救赎的事工，完成了这个救赎的事工，让我们可以与天父和好，叫我们能够同天父和好。主啊，看看你所创造的世界，主啊，看看你创造的世界是多么的美好，是这么好。我们在现在英国这个地方有世纪，我们在这个英国这个地方有世纪的季节，有四季的季节。让我们现在进入冬天，现在进入冬天，我们也看见冬天是多么的美好，我们会看到冬天的这么好。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主。就像诗歌所唱的，刚才诗歌所唱的，我们知道你的复活，我们知道你的复活，你每一天都与我们同在，你每天都同我们同在。在我们软弱，在我们受试探的时候，当我们软弱受试探的时候，圣灵提醒我们，是主来提醒我们。当我们面对困境的时候，当我们面对苦境的时候，你与我们同行，你也都与我们同行，你也同时扶持我们，你也都同时扶持我们。我们知道很多时候我们做得不好，很多时候我们知道我做得不好，我们的信心有时也会软弱，我们的信心会软弱，我们会看世人所做的，我们会看世人所做的，而忘记了我们的身份，但我们忘记了我们的身份。我们是你将分别为圣的一群，属你的子民，我们其实是一班分别为圣属你的子民。我们的生活应该是圣洁的，我们的生活应该是圣洁的。但是主啊，求你赦免我们有时候的软弱，但主啊，求你赦免我们有时候我们都会软弱，我们被过犯所胜，我们会被过犯所胜，在这困境中苦苦的挣扎，在困境里面我们苦苦的挣扎。主啊，求你让我们靠着你能够过得胜，主啊，求你教导我们，帮助我们去过得胜的，让我们能够成为你的见证人，叫我们能够成为你的见证人。无论是在我们的家庭中，无论在家庭里面，在我们的工作，或者在工作里面，或者在这个社区，或者在社区里面，都能够活出你的样式，叫我们能够活出你的样式，都能够见证你的荣美，能够见证你的荣美，都能够在世上做盐做光，能够在世上作盐作光，能够让你的爱彰显，能够让你的爱去彰显，能够吸引更多的人来归向你，能够吸引更多的人来归向你。主啊，我们今天特别为着教会的牧者同工，主啊，我们今天特别为着我们教会的牧者同工，还有执事们来祷告，同埋执事都是去为你向你祷告。我们特别纪念 Pastor Mike 还有 Christine， 我们特别去纪念 Pastor Mike 同埋 Christine。他们因为身体的不舒服，在家中来养病。他们因为不舒服，在家中养病。我们求你能够医治他们，保守他们。求主来医治保守他们。我们也同时把流传道交托在你的手中。我们同时都将流传道交在你的手里面，知道他身上的重担也不轻。知道他身上的重担也不轻，是要兼顾教会的大大小小的事工，还要去照顾到教会大大小小的事工。求主能够让他有精力，加恩加力给他。求主叫他经历加恩加力给他。也求主给我们的一般执事有智慧、有能力。求主也都给我们一般的执事有智慧、有能力，在商谈你的事工上。在商谈你的事工上面，在带领教会前面的方向，去带领教会前面的方向，都有主你亲自的指引，都有主你亲自的指引。主啊，我们为着在 IC Hall 现在也与我们同步的崇拜的弟兄姊妹来献上祷告。我们也都现在是为在 IC Hall 在那里敬拜的弟兄姊妹献上的祷告。那边有一班的青少年儿童，那边有青少年儿童。主啊，你说
那我们要带孩子从小在你的道中教导他们，到老他们也不偏离。主啊，你叫我哋带领我哋嘅小孩子，系喺你嘅话语里边，到老都不偏离。求主你的话语引导他们，求主嘅话语引导佢哋，让他们渴慕你的同在，叫佢哋渴慕主你嘅同在，让他们成长有耶稣基督成长的身量，叫佢哋成长嘅时候有主耶稣基督你嘅身量。让智慧与身体一起的并长，叫智慧同埋身体一同成长。我们为着在这个季节里面，好多弟兄姊妹身体软弱生病，我们献上祷告，求主纪念。我哋都系求主你去纪念身体有软弱有生病的弟兄姊妹。那有一些在属灵上也是有软弱的弟兄姊妹，求主你的灵来与他们同在。亦都有啲喺灵里边软弱嘅弟兄姊妹，求主你嘅灵与佢哋同在。让我们天天与主同行，叫我哋学习天天与主同行。有主你的力量，让我们可以得胜有余。有主你嘅力量，叫我哋能够得胜有余。主啊，我们将今天这个崇拜交托在你的手中。主啊，我哋就将今日我哋嘅崇拜交喺你嘅手里边。求你赐下你的话语引导我们，求主你赐下你的话语去引导我们，让我们有一颗受教的心，叫我们有一个受教的心，让我们聆听你的道之后不单只是听，而且还要行出来，叫我们听到你的话语，我们不单止听，我们还是行出来。感谢主，感谢主耶稣，求主你保守今天的这个崇拜，求主你保守今天的崇拜，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名字祈求，阿门。由我来起，弟兄姊妹来回应。启应文，我启来听回应。耶和华，我要时时称颂你，赞美你的话必常在我口中。我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上帝的美善。我们要听上帝的教导，喜爱生命，爱慕长寿，得享美福。我们要弃恶行善，寻求和睦，一心追求。我们用一点点的时间来默想刚才的经文，我们用少少的时间默想刚才的经文，然后我们以祷告文来结束这个祷告，跟着我们是祷告结束这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今天的正道经文是出自于以弗所书的第一章15-23节。今日正道经文出自以弗所书1:15-23。我们有请许佩玲姊妹为我们读出今天的经文。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
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作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愿上帝的话藏在大家的心里。好像还有 好多事工在忙碌着，好像有很多事工在忙碌，所以感觉到好像心里就是很不踏实，有一点的紧张，所以呢心里面有点不踏实，有点紧张。但是如果啊，等一会我讲到讲到一半的时候，我看见弟兄姊妹的眼神开始恍惚，如果我讲到一半，见到弟兄姊妹的眼神有点恍惚，然后那个头开始在点跌下来的时候，我头呢在那咁嘅時候，我會更加緊張的，我更加緊張。所以請弟兄姊妹幫幫忙啊！所以大家要幫下忙啦、啊。因為我覺得這樣子的場面實在是令我有一些的有一些的忐忑，令到我心裏面有啲忐忑嘅。今天看了這個主題啊，承擔主基業。今日咧睇到呢個主題，承擔主基業。不知道大家期待的那個經文會是什麼樣呢？不知道大家呢看到经文会觉得怎样？从刚才我们所读的这个以弗所书，从刚才我们读的以弗所书，我们就可以看见从上个星期流传到所带的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我们就可以看到上个礼拜流传到讲的帖撒罗尼迦前书，都是保罗的监狱书信，都是保罗的监狱书信。上一卷书就是帖撒罗尼迦的前书，上一卷书就是帖撒罗尼迦前书。以弗所书这两章的书信都是保罗在那个罗马做监狱的时候写出的书信。以弗所书就是保罗在罗马坐监的时候所写的书信。帖撒罗尼迦教会和以弗所教会都是保罗第二次出来宣教的时候所成立的教会。帖撒罗尼迦教会和以弗所的教会都是保罗第二次出来宣教的时候所建立的教会。
保罗呢与他的同工，保罗呢佢同佢嘅同工，也是他的同行，都系佢嘅同行，他们都是织帐篷的，佢大家咧都系织帐篷嘅，所以他们是亚居拉及白基拉这一对的夫妇，佢哋咧就系亚居拉同埋白基拉呢对夫妇。他们呢就从这个宣教的时候一起来到了以弗所，从宣教一直来到以弗所这个地方。保罗第一次在以弗所逗留的时间并不长，保罗在以弗所逗留的时间并不长，他只是到这个当地的会堂与犹太人做了一次的辩论，他只是来到当地和这些犹太人 做这个辩论。不久呢他就离开这个地方回到耶路撒冷去，冇几耐咧，佢就离开呢个地方，翻到嚟耶路撒冷。而这对的夫妇同工夫妇呢，就留下来在以弗所继续做这个福音的工作。呢对夫妇咧就继续留翻喺呢度以弗所呢度做呢个福音嘅工作。保罗就休息了一段时间之后呢，他第三次出来宣教。保罗咧休息咗之后咧，就第三次出嚟宣教。这一次呢，他来到以弗所。他今次咧就嚟到以弗所，他停留的时间就大概有两年多三年的时间。他停留的时间咧，约莫两年三年的时间。他非常用心的牧养以弗所教会的信徒，他非常之用心咁去牧养以弗所嘅弟兄姊妹。保罗呢，在他罗马期间坐牢的时候就记挂以弗所的教会。保罗咧喺罗马坐监嘅时候咧，就系记挂住以弗所嘅教弟兄姊妹。他也听见了关于一些以弗所信徒的一些消息，佢亦都听到咧有关于以弗所信徒嘅消息，所以他就写这封以弗所书，让推基古这个弟兄带到以弗所去。所以咧，佢就写咗呢封信，叫推基古啦，带去呢个以弗所嘅教会。保罗在这个以弗所书的第一章，保罗喺以弗所书嘅第一章，今天经文第一节说到，因此我既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因此我既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就为你们不住感谢神，就为你们不住感谢神，祷告的时候常提到你们，祷告的时候常提到你们。保罗是听见，保罗系听见。因为保罗距离第一次来到这个地方到现在写这封信已经有十多年了，由保罗嚟到呢个地方跟住写呢封信前后相差十几年时间，他听见有人谈论以弗所信徒的好行为，佢听见有人在谈论以弗所信徒的好行为，信从耶稣亲爱兄弟，佢哋信从耶稣亲爱兄弟，保罗因此为他们常常祷告感谢上帝。因此咧，保罗常常为佢哋祷告，感谢上帝。大家有没有留意？但系大家唔知有冇留意？保罗用的是圣徒，保罗用嘅系信徒，亲爱的众圣徒，亲爱嘅众圣徒，圣徒这个词语，圣徒呢个词语，如果熟悉保罗书信嘅人，如果熟悉保罗嘅书信嘅人咧，就会知道保罗都称信徒为圣徒。就知道咧，保罗咧叫信徒咧做圣徒。在以弗所书里面，喺以弗所书里边，保罗共用了九次这个圣徒的称号。保罗咧一共用咗九次圣徒呢个称号。在其他的书信，喺其他嘅书信里面咧，他都是用圣徒来称呼信徒，佢都系用信徒去称呼圣徒。基督徒却从来没有出现过。基督徒咧呢个词咧系从来冇出现过。在我们熟悉的教会群体当中，在我们熟悉的教会群体里面，我们都是用基督徒来彼此称呼的，我们都是用基督徒来彼此称呼。当我们介绍自己的时候，当我们介绍自己的时候，我们会说我是基督徒，我们就会告诉人我是基督徒。你有没有说我是圣徒的？有没有说我是圣徒？没有。为什么我们不敢称自己是圣徒啊？点解我哋唔够胆叫我哋自己系圣徒呢？因为我们觉得圣徒这个称呼啊，是要具备高人一等的风范。因为我哋觉得咧，圣徒呢个称呼咧系具备高人一等嘅风范，是经过严苛检举的这些人物，要经过严苛检测嘅过程，是一个属灵的伟人，是一个属灵嘅伟人，是圣人的一种称呼，就好似圣人嘅一个称呼。是专指那些出类拔萃的基督徒，
專係咧指嗰啲出類拔萃嘅基督徒。就好像上個星期大家還記不記得啊？流傳到他講道中提到的德蘭修女。唔知大家記唔記得上個禮拜啊？流傳到咧提到德蘭修女。我們覺得這些人就是聖徒的典範。我哋會覺得呢啲人咧係聖徒嘅典範。我們感覺自己好像不配這個的稱號。我哋覺得咧自己好似係唔配呢個稱號。但是保罗在这里却再一次提醒我们，但是呢保罗呢在这里再一次提醒我们，看看我们身边这班从来未用过圣徒来称呼的弟兄姊妹，我们望一望我们身边这些弟兄姊妹，他从来都没有用这个圣徒这个来称呼大家。保罗特意用这个称呼，保罗呢特别用这个称呼，他要让表达什么呢？他要表达什么呢？他说神是为了我们，他说神是为了我们，是神做在我们身上的事情，是神在我们身上所做的事情。之所以称圣徒，并不是因为我们为神做了什么，之所以叫圣徒，不是因为我们为神做了什么。保罗把我们重新定义是神手所做的，保罗呢叫我们将我们重新定义是神所做的，是耶稣拯救，是耶稣的拯救，是因圣灵成圣的一个人信徒，是因圣灵去圣的信徒，由初期教会用这个圣徒到现今这个世纪，由初期教会的圣徒到现在这个时代，我们几乎可以听见圣徒的相称已经不再存在，我们几乎听不到圣徒这个称呼，但是每一个月大家都有用圣徒，但每一个月大家都有圣徒，是在哪里出现呢？在哪里出现呢？是在使徒信经，就是在使徒信经，我们依然相信我们是圣徒的，我们依然相信我们是圣徒，我信圣徒相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我信永生。我们说到我信圣徒相通，我们说到圣徒相通，我们是不是圣徒啊？我们是不是圣徒呢？或者只有那些圣人才是圣徒啊？抑或是那些圣人才是圣徒呢？大家认为呢？不知道大家怎么说，我们是圣徒，我们都是圣徒，这个身份保罗再一次提醒我们，我们这个身份保罗再一次提醒我们，我们要清楚的知道弟兄姊妹，我们呢要很清楚，我们圣徒的身份不是因为我们已经是圣洁的人，我们圣徒的身份不是因为我们是圣洁的人，或者我们已经成圣，又或者我们已经成圣，就好像他们称呼的圣保罗、圣玛利亚、圣安德鲁，好像他们称圣保罗、圣安德烈、圣玛利亚，我们是圣徒的身份，因为这是神赐给我们的身份，我们圣徒的身份因为神赐给我们，不是因为我们努力，不是因为我们个人的努力，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好的成就，也都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好的成就，不是别人给我们的称呼，也都不是别人给我们的称呼，是按照神的定义，是按照神的定义，是按照神的标准，要按照神的标准。在以弗所书这一个第一章第四节，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四节，他说到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就已经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的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旨意所喜悦的预定我们，藉着基督耶稣的儿子的名分。我们是借着这爱子的血得蒙救赎，我们罪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我们得到这个爱子的身份，他的救赎，得到这个是丰富的恩典。丰富的恩典，这恩典是神用诸般的智慧和聪明，充充足足的赏给我们的。这个恩典是主用种种的恩惠赐给我们。这说的是什么呢？咁样讲啲乜嘢呢？这完全是神的主动。
因为是 主神的主动，不是因为我们的功劳，不是因为我们的功劳。保罗在第一章这今天的经文十三节，他接着说，保罗在第一章十三节的经文他继续这么说，你们既然听了真理的道，你们既然听了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就是使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既然信他，就受了那应许的圣灵为印记，就受了他圣灵，圣灵为印记。为印记，保罗肯定所有接受救恩的都是圣徒。保罗肯定就是所有有救恩的都是圣徒，因为这个圣灵是内住在我们心里面。因为圣灵是住在我们里面的。第十四节他说到，这个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第十四节他讲到这个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只等到神之名被属，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直等到神之名被属，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若我们说我们能够继承我们 父母的这个产业，如果我们说我们能够继承父母的产业，我们的凭据是什么呢？我们有什么凭据呢？我们的凭据是什么呢？ 这以前的时候可能还没有科技这么发达，现在是不是 有 DNA 可以验证啊？以前的科技没发达，但现在有 DNA 可以验证。如果我说圣灵就好像我们属灵的 DNA 一样，如果我哋話聖靈就好似我哋嘅 DNA 一樣，屬靈嘅 DNA， 屬靈嘅 DNA， 只有神的靈在我們的裡面，才可以證明我們是屬神的。只有神嘅靈喺我哋裡面，所以先能夠證明我哋係屬神。在羅馬書，羅馬書八章十四節也這樣說到，八章十四節都係咁講，因為凡被神的靈引導的，都是神的兒子。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你们所受的就不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我们受的乃是儿子的心。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做阿爸父，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唯有跟耶稣基督联合，唯有我们从主耶稣基督联合，在基督里面我们才能够承受天国的产业，在基督里面我们才能够承受天国的产业和一切天国的福气，和一切天国的福气。也唯有在耶稣基督里面效法基督的生命，唯有我们在基督里面效法基督的生命，活出他的样式，我们活出基督的样式，我们才叫做和耶稣同作后嗣，我们才能够同主耶稣同作后嗣。今天的主题，今天的主题是承担主基业，承担主基业。我们想到的是什么呢？我们想到什么呢？什么是主的基业？主的基业是什么呢？如果大家看的是新译本的圣经，如果大家看的是新译本的圣经，新译本里面会变成了产业这两个字。新译本呢就是变成产业。我们所看见的产业，我们眼能够看到的产业，我们都比较熟悉，大家都很熟悉。比如说我们拥有的物业，比如我们拥有的物业，有地有楼有房子，有地有楼有房，是我们努力赚来的，是我们大家努力赚回来的。还有圣经上所说的产业，这个圣经讲的产业，是不是有我们的孩子也是我们的产业，小孩哥呢都是我们的产业。在英国这个地方，很多弟兄姊妹来了之后第一件事就是什么？弟兄姊妹来到英国这个地方第一件事做什么呢？有些人是先买车子后职业，有些人先买车后职业，但 都是比较能够理解的，大家很明白。车也是其中一个产业，车都是你的产业，是行动的产业，是动的产业。我们有没有计算我们有多少的产业？大家有没有计算你有多少产业？我们对于买产业都非常的小心谨慎打算的，我们很小心去计算一下我们怎样买。我们会去这个，我们决定了住在这个地方，我们就会四周围去看一下哪一个地方有非常好的这个的住宅区。
我哋嚟到呢度之後咧，就會周圍睇下有邊一啲咧係一啲比較好嘅住宅區。我們很就是很想要看一下那個房子周圍鄰居校學校是不是都非常的理想？要睇下咧呢個區裏邊咧嗰啲鄰居啊學校咧係咪理想？那個房子的格局適不適合一家幾口的這個有很多的考量。嗰間屋嘅嗰個格局啊，各方面咧係啱唔啱自己一家人咧，我哋都有好多嘅考慮。然後對於買車方面，我們也非常講究。買車咧好講究，又要省油，又要動力要好，又要漂亮，顏色又要好，很多的考量。有好多考慮，要睇下動力啊，嗰架車馬力啊夠唔夠啊，顏色啊大細啊各方面好多因素。我記得之前劉強大剛來的時候，他說他終於買到他的 dream car。劉強大剛嚟嘅時候，佢話俾我聽，佢買咗佢嘅夢想嘅車，所以他看見他的那一份很高興嘅樣子，佢非常之興奮。然後我們也非常細心地栽培我們的孩子，我哋亦都好細心去栽培我哋嘅細路。我們有讓他們上好的學校，我們有給他很多這些樂器啊、補習班的這些栽培，叫他們可以去好好的學校或者是學音樂各方面的栽培。那麼如果我們說到主的產業又是怎麼樣說呢？如果我們講到主的產業究竟是什麼來的呢？有沒有想一想到底什麼是主的產業？有沒有想過什麼是主的產業？我們可以一起怎麼樣來承擔主的產業？我們可以怎麼樣去承擔主的產業？在聖經上呢，耶穌基督有這樣的教導。聖經上面的耶穌基督有這樣的教導。我們一起來讀這兩節的經文好嗎？大家一起讀這兩節經文。馬太福音第六章十九節。馬太福音第六章十九二十節。我要為自己的祭坛插头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狼心坏，也有贼往窟窿来偷。只要祭坛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朽坏，也没有贼往窟窿来偷。然后在路加福音十二章三十三节和三十四节一起读。你们要变卖所有的，周济，为自己预备不坏的钱囊，用不尽的财宝在天上，就是贼不能进、虫不能住的地方。因为你们的财宝在那里，你们的心也在那里。主耶稣的教导和我们所想的是完全不一样。主耶稣的教导和我们心谂嘅系完全唔同，但是有一句却说得很对。但是有一句咧，佢講得好啱。因為你的財寶在哪裡，你的心也會在哪裡。因為你的財寶喺邊度，你的心都喺邊度。當我們怎麼樣從一個我們看得見物質上的這個生活，但我哋點樣能夠喺我哋眼可以睇得見物質嘅生活裏邊，轉化去一個眼看不見屬靈的一個產業呢？轉化成為眼睇唔見屬靈嘅產業咧？保罗在这个以弗所书接下来的经文就教导我们。保罗在以弗所书这个经文就咁教我哋。保罗为以弗所的教会祷告，其实也为今天的我们祷告。保罗为当时以弗所教会嘅祷告，亦都系为我哋而家嘅祷告。保罗求神，保罗系求神，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求主耶稣基督荣耀嘅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我们，使我们怎么样？使我们真知道他，叫我哋真知道他。他要我们去认识这位神，佢叫我哋去认识呢个神，要我们知道他，叫我哋知道呢个神。保罗向这些的信徒来祷告祈求上帝。保罗去为这些信徒去祈祷 求上帝，他是不是像我们所求的？他是不是好像我们这样求呢？我们为弟兄姊妹代祷的，就是让他们信心坚固，不让他们免受罪的试探。我们为弟兄姊妹代祷，叫他们免受试探，信心坚固。他们生病，我们为他代祷。他们病了，我们为他代祷。他不知道选哪一间房子好，我们为他代祷。
知道買邊間都好，咁啊，所以為佢代禱。孩子沒有學校，我們為他們代禱。細路哥未揾到學校，為佢代禱。這些都沒有錯的，呢啲係冇錯的，但是不夠。但係我哋咁樣唔夠。保罗这个榜样让我们知道，我们不单只是要为这世上的来祷告。保罗咁样样讲，叫我哋唔单止为世上嘅事情去祷告。保罗要我们知真正的知道神。保罗叫我哋真真正正知道神。我们要认识他，我哋要认识神。接下来，保罗祈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跟住保罗去求我哋主耶稣基督嘅父。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使我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叫我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是何等丰盛的荣耀，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不是用肉眼去看，不是用肉眼去看，是用我们心眼去看，叫我们去心眼去看，并知道他选召我们的心意是什么，并要知道他选召我们是他心意是什么，我们选召我们的目的是什么，他选召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对我们是有怎么样的一个指望，对我们有什么指望，他让圣徒知道，他要圣徒知道他所向我们所信的人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他叫他知道我们信他的人他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然后，基督的权柄是超过一切执政的。基督的权柄是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掌权的，有能力的，有能力的，主治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和一切有名的，不单只是今世，不单是今世，连来世的都超过了，连来世的都已经超过，这就说明了，那就是说明了，万有都伏在他的脚下，万有都是伏在他的脚下，他是教会万有的元首，他是教会万有的元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我们都知道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我们都知道耶稣基督是从死里复活，但是我们这个迟钝的心没有感觉到这是多么大的能力，但我们没有感受到这个是这么大的能力，你或许以为死人复活是在耶稣的时代才展现的，可能大家都以为死人复活是在耶稣的时代才有，但是如果我们相信这一位神依然活着，但是如果我们相信我们这个神仍然活着，死人复活不是什么神奇的事情，死人复活不是有什么神奇的事情，因为基督已经战胜那个死亡，因为基督已经战胜死亡，他已经战胜了，他有那个权柄，他已经战胜了，也都有这个权柄，他是超过万有的，因为他是超过万有，他是超越生死的，超越生死，他战胜了这个死的辖制，他是战胜了这个死的辖制，在罗马书，罗马书里面的八章十六节，八章十六节，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圣灵同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那么我们既然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既然我们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如果我们同他一同受苦，也都是同他一同得荣耀。刚才所说的，我们将承担主的基业是何等的丰盛荣耀。刚才说的，我们是有主的基业是何等的荣耀丰盛。他的权柄超过万有，等于我们与他是一同的。他的权柄超越万有，就等于我们也都是一样。但是在这等荣耀之前，我们要与他一同受苦啊！但是我们同得荣耀之前，我们要一同受苦，在与基督一起受苦，我们与基督一同受苦。我们来看腓立比书一章二十九节，说到腓立比书一章廿九节咁讲，因为你们蒙恩，不但得以信服基督，并要为他受苦。因为你们蒙恩，不但得以信服基督，并要为他受苦。
彼得前书也说到，亲爱的弟兄啊，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彼得前书四章十二节也都咁讲，亲爱的弟兄啊，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倒要欢喜，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都要欢喜，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弟兄姊妹，弟兄姊妹，我们要与基督所受的是什么样的苦？我们同基督一起受什么苦呢？不要怕，耶稣不是要我们像他一样被上十字架被钉死啊。大家不要怕，因为呢主耶稣基督没叫我们去上十字架去被钉死。初期的信徒所受的苦很多都是外在的因素，初期的信徒所受的苦都是外在的因素。那时候教会被逼迫，那时候教会被逼迫，被威胁，被威胁，就好像保罗一样，就好像保罗那样，他被打，被驱赶，被审判，他是被打被审判，然后他又遇到船难，差不多在宣教的旅途中死亡死去，差不多要死了。跟住咧，佢喺宣教嘅旅途里边咧，差不多要死。但是在现今，我们这个信仰自由的国家，而家我哋喺信仰自由嘅国家，除了有一些国家没有那么自由，除咗有某一啲国家系冇咁自由，但是我相信普遍上，我们信仰都是自由的。我相信我哋信仰系都系自由。那么现今的信徒所受的苦又是哪一些苦呢？现在我们的信徒所受的苦是什么苦呢？可能在生活中我们要经历一些的火炼的试验，可能在生活里面我们要经历一些试验。神容许一些的困境临到我们，神容许一些困境临到我们，或者是我们自己本身的软弱犯罪，或者是我们本身软弱犯罪，又或者在侍奉的岗位上我们有一点点的不满意，或者是做不到，又或者我们侍奉的岗位里面有些不满意或者做不到。信徒我们要有受苦的心智，我们 作为信徒的有受苦的心智，靠着主我们可以得胜这个世界，靠着主耶稣我们可以得胜这个世界，因为主已经得胜了这个世界，因为主耶稣已经得胜这个世界，并有不朽坏的这个冠冕为我们所存留，也都有这个不朽坏的冠冕为我们存留。弟兄姊妹，弟兄姊妹，大家预备与基督一起受苦吗？大家有没有预备同基督一起受苦呢？但是如果我们相信我们刚才所看的经文，但是如果大家相信我们刚才读的经文，我们与基督一起同做后事，我们同基督一同做后事，他的权柄我们也一同享有，他的权柄我们一同享有，他的权柄超过一切，神的权柄超过一切，地上的地下的，地上的地下的，超过今世的来世的，超过今世来世，万有都俯伏在他的脚下，万有都是俯伏他的，若我们与他一同，若我们呢如果跟基督一起，我们也能得着与主一起的这个丰盛的荣耀，我们都可以得着一同丰盛的荣耀。大家都知道，大家都知道，金子若不经过焚烧，就不会得到纯金。啲金如果唔系经过烧，亦都唔会变成纯金。但是这个经历提炼的这个过程，但系咧提炼呢个过程是困难的，系唔容易，是痛的，系好痛的。但是提纯出来的这个纯金的价值，但系提出嚟嘅金嘅价值是永恒的，系永恒。最近这几个星期呢，英国都很多的中学都在预备这个考试。最近呢，英国都有一些中学预备这个考试。我对我的孩子说，我就对我的仔女说，你这几年的辛苦，这几年都是你们辛苦，可以换来以后会有比较轻松的人生。但是以后的人生会不会太轻松？或者是你宁愿这几年也是这么轻松，然后你这接下来二三十年比较辛苦？又或者你情愿而家轻松，接住落嚟卅年咧都好辛苦。很多学生在预备考试的时候很辛苦，好多学生预备考试嘅时候，但这只是短暂的，但系呢个系短暂。当他们看见成绩的时候，但系当佢哋见到成绩嘅时候，他们会很开心，就会好开心，因为这是他们付出，因为佢哋付出咗所得到的这个结果，得到嘅结果。
我一直有与弟兄姊妹一起去分享，我一直都有同弟兄姊妹分享。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活着的，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活着的，健康的呢可以到七八十岁，健康的呢可以去到七八十岁，我们就如风随去，我们就如风随去，你所有的产业都带不走的，产业都带不走。主耶稣说，耶稣啊，你要建立你的财宝在天上，你要将你的财宝建立在天上，因为地上这些你没有一样可以带走，因为地上的我们都有得带，你连最后你穿的那件衣服你都带不走，连衫都带不走。有什么可以花太多的时间在这些会朽坏的东西呢？我们为什么要花这么多时间在这些老坏的东西里面？我们知道这个世上是虚空的，我们知道世界是虚空，在传道书里面说虚空的虚空皆都是虚空，传道书说虚空的虚空都是虚空，我们要仰望那永恒的，但我们要仰望永恒。这就是我们祷告为什么我们要求神赐给我们有智慧和启示的灵去看见他。所以我们要祷告神要给我们有智慧的灵去看见神，让我们将来得着在主里面的那个丰盛，叫我们将来得到在主里面的丰盛，我们一起与主同坐席，我们同主同坐席，那一份的荣耀，那份的荣耀，那就才是永恒的，那个就是永恒。弟兄姊妹，单主母，我们要思想今天承担主基业的这个主题。我们要思想一下今日承担主基业这个主题。在我们这世上存留的时间，在我们世上存留的时间，我们要好好的为主去尽力。我们要好好为主去尽力。我们要为主一起去同行，与主同行。要为主因着他将来的国度好好的去做工，我们要为着主将来的国度好好做工。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我们一起去祷告。亲爱的主耶稣，亲爱的主耶稣，感谢你今天透过经文教导我，感谢你今天透过经文去教导我们。我们要仰望那位创始成终的主，我们要去仰望那位创始成终的主。你那丰盛的恩典，你的丰在你丰盛的恩典，早在基督耶稣里已经为我们预备好，早在基督耶稣里面已经为我们预备好。你要我们寻求你的国和你的义，你叫我们去寻求你的国同埋你的义，其他的这一切你都会丰丰富富的赐给我们，其他的一切你都会丰丰盛盛的给我们，保守我们，主啊，求你保守我们在世的心，主啊，求你保守我们在世的心，让我们常常纪念那永恒的国度，叫我们常常去纪念那个永恒的国度，让我们有一颗受苦的心志，叫我们有受苦的心志，因为我们是借着耶稣基督得着你儿子的名分，因为我们是藉着基督耶稣得着你儿子的名分，将来也与主基督一起承担你的基业，将来也都是同主你一同承担主的基业。感谢主你与我们同在，感谢主同我们同在，你的灵亲自教导我们，你的话语去教导我们，感谢主我们接下来有一首的回应诗，感谢主我们以下有一个回应诗来彼此的劝勉，彼此劝勉，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字祷告，阿们。
你今天就可以开始的去想，或者你等下就可以今天开始的思想，要怎么样去把自己奉献给他，要怎么样去将自己奉献给他，无论是用你的恩赐，无论是用你的恩赐，你的才干，你的才干，你的时间，时间，爱心，爱心，或者是金钱，或者你的钱，这都是你自己回应神爱的其中一种方式，都是你回应神爱的方式。我们的师事今天将会为大家收取金钱的奉献，师事会今天去收奉献。若你还不是基督徒，你也不明白奉献的意义，或者你可能不是基督徒，或者不明白奉献的意义，请不要勉强，就不要勉强，但是是把袋子从你身边转过去就可以了，试试把奉献袋传过就可以了。弟兄姊妹，我们同起立，感谢我今天来。知道你明白我们心里面为什么殷切地为年轻人去祈祷，因为你知道我们和你一样都爱他们，我们保守大你的圣灵继续与我们同在，祈祷和主耶稣的祈祷。弟兄姊妹平安，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我们其实有一个团队来了我们的当中，其实今天有一个团队来到我们当中，他们是一个叫麦田事工网络的团队，总共有14人来了，他们是麦田的网络事工，有14个人来到我们当中。他们首先就在英语崇拜的时候做一个青少年的福音崇拜的聚会，就是带领敬拜的，他们就在刚才做的这个青少年的福音施工的聚会，带领这个敬拜。他们的团队里面也都有一位年轻人，他们团队里面有一位年轻人是为上帝做见证，是为上帝做见证。他们都有一个传道人，
他们也会有一位传道人，是为上帝来讲他的道，也为上帝来开口的。一息间晏昼的时间，等一会儿在崇拜结束之后，这个团队的成员也都会继续留在我们教会，这个团队也会继续留下来，会带领一个我们的家有饭局的一个讲座，也会带领我们家有饭局的这个讲座，内容就是有关敬拜，内容也是关于敬拜的，欢迎大家都留在这里参加的，欢迎大家也留下来参加。今天的反思题目呢，三平姊妹为我们预备了，今天的这个反思这个问题呢，也在荧幕板上的，大家可以记下它，好好的在个人的反思的时间去使用，大家可以在小组里面或者个人的时间上来用这个反思题目。今天要欢迎一下一些的朋友，现在我们要欢迎一些的朋友，今天呢小芬和阿华就带了一对夫妇和一个小朋友来到的，林俊英，小芬和华就带领了他们的朋友来，你们好，欢迎你们，欢迎你们。红艳就带了他的朋友阮林在我当中，阮艳，红艳就带领了他的朋友来到我们当中。另外有一位很久都没见的朋友，欧文就带了阿尔玲来到我们当中，我要请他们，我们给他掌声。Hello, 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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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字就包括是 Heather 啦、Samuel 啦、Sky 啦、Shine 啦，同埋Audrey 嘅，咁咧希望咧有機會見到佢哋嘅。好，咁咧就有啲嘅事務要提一提嘅。有些事務要提一提。咁咧就如果你係未攞教會嘅月曆，如果你還沒有取教會的這個月曆，咁崇拜之後咧，可以喺教會外面咧，就攞翻嗰個嘅月曆，一個家庭咧有一份嘅。每一個家庭都有一份嘅這個月曆。咁咧就代呢個約書亞團契立志團契嘅一個報告。對，我代表約書亞團契，還有會堅團契的一個報告。12月4日嘅團契聚餐。12月4日的团契的聚餐。如果你是未报名，可以去我们的阿良报名。弟兄们如果还没有报名，还可以向正良弟兄来报名。今次咧会是一个联合的团契的聚餐嚟嘅。这次将会是一个联合的团契的聚餐。另外咧就是有关会友注册。另外就是有关于会友的注册。如果你是参与这个教会一段时间。如果你在这个教会已经参与了有一段的时间，教会的事务呢都是热心参与的当中，对于教会的这个事务也在热心的参与当中，也都希望可以加入教会时我们会有一起商讨事工的话，请你就找我，我就可以帮你给一个表格你去填写的。我们也非常欢迎你来加入我们，然后你来找刘传道，他会有一个表格让你去填。明天就會有國語團契同埋查經聚會。明天就有國語團契和查經聚會。咁咧，大家按翻時間咧一齊嚟參加啦。大家按照時間嚟參加。咁啊，頭先都講過啦，就下晝有家有飯局啦嚇。待會我們也有這個家有飯局，剛才已經提過了。咁另外咧有個乒乓球嘅比賽啊。還有一個乒乓球的比賽。咁就係下個星期六啊。就是在下個星期六。下晝1:08到5:00。是下午的1:40到5:00。喺UEA 裏面舉行。是在 UEA 的 Sport Park 舉行。咁據我所知有男單。有男單。女單。有女單。又有混合啊。混合。混合雙打。混合雙打。咁咧就非常之犀利嘅啲人同嗰啲球技。都知道有非常多的这个未报名又想报的话，可以继续找Eric 报名的。如果还没有报名的话，可以找 Eric。但如果你话我不报名，我想去看的话咧，都是欢迎的。如果你说我不报名比赛，但是可以来参观，自己找办法入到去 UEA 就得啦。好，那咁咧就好，跟住落嚟咧，系我想有一个
少少嘅時間去播一個片段。接下來我有用一點的時間來播一個片段。各位弟兄姊妹，過去一段時間我哋都知道話崔傳道咧身體又唔舒服。過去一段時間，我們也得到消息，就是說崔傳道身體不舒服。亦都邀請咗大家咧為崔傳道好多次嘅喺呢個聚會裏邊祈禱。我們也為崔傳道在很多次的聚會當中來禱告。我哋感恩崔傳道嘅身體咧，而家已經係慢慢復康當中。很感恩，現在崔傳道的身體也在慢慢的康復當中。加上咧，啱啱上個星期一福音聚會咧，佢都嚟咗我哋當中啊，作佢有一個感恩嘅見證。上個星期一呢，他就來到福音聚會當中做一個感恩的見證。我今日咧好想將佢當日嘅見證咧再播一次俾大家，大家一齊感恩，一齊祈禱，好。我想大家一起也來，他一起見證他的這個分享。在教我們高級的這個旁邊会治嘅 MRI， 但系咧一早都
張我期咧，令到你嗰啲咧緊急嘅病人啊，咁就一路喺嗰度住咗16日，咁咧直至到咧喺呢個嘅27號先至可以做第一次嘅心導管。咁做完第一次嘅心導管咧，佢話一個消息俾我聽，我唔係好中意聽嘅。佢話你三條管咧塞咗一條，右手邊嗰條係供氧氣俾肺嘅。咁就左手邊嗰兩條咧，就好多地方都管窄，冇機會做支架，即係支架唔係中波仔啦，做 stent 啊 ，stent。咁咧呢條嘅支架，佢話你做唔到噶啦，你唯一一個方法咧就係做肋條，就開胸，即係呢度咧用鋸開啲肋骨，然之後抹開佢，好似你哋劏豬咁抹開佢，然之後咧喺腳嗰度攞條血管咧。搏落個心臟，咁但係好奇怪嘅，做呢個搭橋嗰個醫生咧，又好似好唔想幫我做喎。雖然佢嚟見我，佢話你唯一係可以做搭橋嘅啫。咁但係因為我31歲，同埋我腎功能都食藥咧，入邊食好多心臟藥嘛，咁就個腎功能就跌嘅。咁啊跌到咧，佢唔係好想同我做，咁就想說服嗰個做呢個支架嘅醫生咧。我做支架，但係因為第一次嘅心導管顯示好多地方窄啊嘛，做唔到嘛。咁但係4日之後咧，就照呢個磁力共振，咁發覺咧4日嘅轉變咧，就由好窄，但發覺啲血管唔係好窄喎，可以做支架喎。咁咧醫生咧就有成4-5個啲大醫生咧，為我呢個情況都開咗2次會，一個喺星期 3，一個喺星期 4。星期三大家拗唔掂數，冇結果。咁星期四之後咧，出資咧嗰個做搭橋嘅呢個嘅 professor 啦，教授咧說服到嗰個做支架嘅醫生咧肯幫我做。咁咧就我睇住我自己心啊，真係係清醒噶嘛。咁就聽到好多古人精怪嘅聲咧，已經騎著咁樣咧。咁咧裏邊有個護士咧係一年啫，嚟咗英國係 BMO。咁佢心裏完咗咧，佢啲醫生走曬，咁佢話：你知唔知正話啲咩聲啊？我以為佢用水幫我沖嗰啲血管嘅就，佢話唔係啊，佢用電鑽幫你鑽嗰啲塞咗嘅血管啊！哇，嗰條塞到都係好幼嘅鋼線啫嘛，個鋼線頭有電鑽咁犀利，另外就裝咗兩個嘅支架。咁呢個就係過程啦。咁我3數做完之後咧，31號就出院啦。喺呢個過程裏面都好慘㗎，因為咧喺醫院日日抽幾次血，而且咧又要將嗰啲咁嘅不同塊咧裝落去咧，我成身總共有46個窿，即係吉咗46次咧。咁嗰啲護士都話佢即係同我開玩笑，佢話你唔好飲水啦，啲飲水咧嗰啲水管都幫佢飆出嚟嘅，飆到個花灑咁。咁你就知道咧，我成身瘀曬俾佢抽血。抽到雨傘，咁咧就好多個窿啦嚇，咁總之直接每隻手都好似唔係自己嘅。咁但係直到咧，我遵照呢個嘅出院嘅指示咧，就第二日就即刻要去見呢個家庭醫生啦。原來嗰個嘅結果喺呢個嘅出院嗰個嘅報告裏邊咧，我嘅成因係因為我個肺同埋腎發炎，引致我心臟衰竭而有呢個嘅發炎。咁之後個 GP 就話俾我聽咧，佢話你好彩啦，好多人咧都捱唔到呢關嘅，都走嘅。佢話你咧係喺呢個死亡嘅邊緣啊，佢話如果係 the edge of death， 佢話 it will take you down。呢次嘅例子咧係直情可以攞你。咁啊，神啊，藉住呢次咁樣咧救翻我啦。嗱喺整個過程裏面咧，我就冇體會兩樣。第一個咧就係馮牧師啊，馮牧師咧同大家成日講一樣嘢嘅，佢話每一日都係花紅，係咪？每一日起身咧睇到陽光咧都感謝神啊！咁我喺醫院20日都又唔知幾時可以出院，好似入咗嚟都冇機會再出去咁啊！咁就日日係咁祈禱啦，神啊！如果係你嘅旨意咧，你就可以俾我痊癒；唔係你旨意咧，點樣都冇用。咁日日起身就感恩。咁另外咧，你知道黃景棠咧，屋企嘅教會咧有個姊妹啊，阿秀姊妹啊，唔係呢個秀啊，咁佢真係叫做福秀啊，呢個就係個樣似秀啫。
咁咧就呢個姊妹咧就患咗呢個嘅鼻咽癌啊，即係其實係甲狀腺癌。咁咧就係醫生話咧，你都冇得救，冇乜嘢可以做。但係存咗好多年，幾十幾年咁嘅時候，十四年啦。咁佢有一個咩嘢信念咧？佢就話醫生講嘅嘢唔算數，唯有神講嘅嘢先算數。嗱，我呢時二十日喺醫院裏邊，我成日揸住呢句説話。醫生話冇得，冇辦法噶啦，裝唔到支架噶啦。但係醫生講嘅唔算數，神講嘅先算數。但係就咁奇怪，四日嘅裏邊咧，就能夠從冇裝到支架，而心咧可以裝到支架。咁雖然咧，而家我心咧只係得翻一半嘅功能啊，即係佢話正常七廿幾。我而家得三十五嘅啫，所以咧我冇心咧唔怪我，因為我而家得翻半嘅啫。咁咧就，所以因此咧，你要睇得到咧，即係點解我係真係死裏逃生嘅嚇。咁呢個咧係我人生裏邊咧第三次經歷死亡，而阿牧師就講長命百歲啦，我唔係咁擔心咁希望咁長啊，但係我好深信嘅就係。神傳會我生命咧，就要我做多幾年咯，即係唔俾我翻到住，即係唔收貨啊！咁可能咧要我再做多啲，直到佢收貨為止啊！咁我亦都盼望弟兄姊妹咧，即係當然個個例子唔同啊，大家都經歷有啲人真係會走，有啲人唔走嘅。但係走同埋唔走咧，唔係最重要嘅。唔走你會點？走咗之後，你嘅人生係咪值得人去紀念咧？呢個先最重要啊！咁啊，希望咧透過今次嘅例子啦，好多人都話我第三日咧出院就揸車啦。咁其實七日先可以揸嘅，即係安支架成功七日就可以揸車。咁啊，第三日我揸心咧，因為俾我啲心腹咧就制止我唔揸喺度煩煩啦。咁所以你睇得到咧，神嘅呢一樣好重要。之前咧係好難好地。上面有我自己睡房咧，都喘氣。但係而家咧可以踩25分鐘嘅單車冇事，啊可以喺遠住我屋企嘅嗰條街咧行一個都唔使停啊！呢啲都係神俾嘅恩典，唔係叫我就開始從此就退休啦，係叫我好好繼續做神嘅工作，要樣嘢歸功俾神。亦都透過我呢個咁嘅經歷咧，希望鼓勵弟兄姊妹更加嘅追求同神建立一個關係，以致到咧。我哋心係為主，我哋過去亦都無愧，呢個先最重要啊！多謝主，感謝主，我哋呢一刻，感謝主，我們這一刻睇到上帝係回應好多好多弟兄姊妹嘅祈禱，唔係淨係我哋呢度。我們看見上帝是如何回應好多好多弟兄姊妹的禱告。出傳到認識好多教會嘅弟兄姊妹。屈傳到認識很多教會的弟兄姊妹，我們全部都為他禱告。你見到上帝的回應，我們看見上帝的回應。你邀請大家有個感恩，我們這一刻邀請大家有一個感恩的禱告。上帝，我們感謝你。上帝，我們感謝你。你聽我們的禱告。你聽我們的禱告。我們可能自己都不知道我們是這樣的禱告有什麼果效。我們可能不相信或者不知道自己的禱告是有多麼的果效。但是你就讓奇妙的事發生。但是你就让这个奇妙的事情发生。更加感恩的让我们见到。更加感恩的是你让我们看见。你求你让我们怀着更大的信心。就求你让我们怀着更大的信心。为着不同的事去祈祷。为着不同的事情去祷告。这个怀着这个信心去等候你。也怀着这个信心去等候你。等候你的神迹奇事发生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等候你的神迹奇事发生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或者我们要继续等候。或者我们要继续等候，但是求你建立我们的信心。但是求你建立我们的信心，让我们在你里面坚固。让我们在你里面坚固。多谢你，感谢你。多谢你听我们的祷告，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多谢你，感谢你。多谢你让崔传道的身体可以复康，感谢你让崔传道的身体可以康复。多谢你，感谢你。让我们看得见你的信实慈爱，让我们看见你的信实慈爱。我们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我们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门。阿门。
到最後咧，就都簡單講下，即係過去嘅一個星期嘅網上同埋係現場嘅奉獻嘅金額。過去一個星期在現場和網絡上的奉獻金額。今日崇拜之前咧，我哋執事咧開咗一個常務會議。在今天崇拜之前，執事們就開了一個常務的會議。就過去一段時間，上帝豐足對呢個教會嘅供應，我哋有個商討。就因為過去上帝在這個教會的供應，我們有一個商量。希望可以向執事會做一個嘅建議，看看我怎樣去在這個社區裏面好的發展。我們就會將向這個執事會來建議，在我們這個社區要怎麼樣做一個很好的發展。請大家繼續為教會的發展祈禱。請大家為這個教會繼續的來禱告。最後請大家起立。最後請大家起立。我們用祝福文彼此的祝福。我們用祝禱文彼此的祝福。我們之後會唱天天常主恩。然後我們會唱天天常主恩。願主耶穌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愛、聖靈的感動與教導，常與我們同在，從今時直到永遠。祝福每一個弟兄姊妹，每天都有主的恩典。